十三。即使是供养一朵花给三宝，或念诵一次六字名咒，都能够带来不可思议的功德。同样的，即使是看似最微不足道的恶行，都会有一个恶果。因此，恶业应该立即被清净。十四，诸佛曾经赞美念诵六字大明咒的利益不可思议，但如果你对那些利益存有疑虑，或认为持咒的结果要等到数劫之后才会显现，那么你只是让自己离正悟更加遥远。十五，怀疑和犹豫是达到供与不供之成就的主要障碍。如果你怀疑上师，你将无法领受他的加持；如果你怀疑佛法，不论投入多少时间来研习与禅修，你的努力将没有结果。十六，从空性中升起的一切现象，都是虚幻的因与缘和合的结果。现象之所以能够有无穷的展现，仅仅是因为万事万物的本质是空。十七，万事万物的究竟本质是本然清净的，离于所有的造作，超越任何存在和不存在的概念。十八，你的所作所为越是小心谨慎，你就越容易了悟空性。你的见解越深奥，你对因果关系的理解就越清晰。十九，观修空性和慈悲，以获至超越轮回与涅槃的解脱，分成三个部分。一，愿菩提心能够唤起无上菩提心。二，行菩提心，观修菩提心的两个面相。三，修持这些法门的戒律。二十，愿菩提心有两个面向，对众生升起的慈悲，以及通往正悟的智慧。二一，修持佛法能够使众生脱离轮回，获至正悟。因此，这是真正报答父母仁慈的方式。二，从不混淆，不颠倒，清楚知道什么应该从事和什么应该避免，乃是菩萨的修行。二三，就像过去的诸佛菩萨升起菩提心，地下
带领一切有情众生获至正悟的愿望。现在该是我们升起大悲心和菩提心了。二四，大乘佛教的教法是佛法的精髓，而菩提心则是大乘佛教的精髓。一旦菩提心在心中升起，你就是真正的佛子。诸佛将怀着极大的喜乐看顾你。二五，如果你没有担当地负担一切众生的痛苦，那么领受无上之大乘教法又有什么用处？二六，菩提心是为了他人的利益而升起获至正悟的愿望。二七，菩萨平等地利益一切有情众生，而没有朋友和敌人的区别。二八，切勿为了自身的利益而隐藏你的学问、财产以及任何其他的成就。相反的，把一切回向给有情众生，并立下希望一切众生能够闻思修佛法的愿望。二九，不论你多么博学多闻，持守戒律，慷慨布施，只要你对此感到骄慢自负，同时轻蔑他人，你的修行就不会有任何正面的结果。三十，积聚功德和智慧确实是成佛之道，但如果他杂了执着、骄慢和高傲，就无法结出果实。三一，回向将能够保护你从那个修行获得的功德，免于被嗔恨及其他负面情绪所摧毁。三二，普贤菩萨恨愿赞赏云：愿我的祈愿永不耗竭，直到一切有情众生离于负面情绪为止。淮海教育基金会感恩各界护法大德及善士们的爱心护持，温暖每一个受帮助的家庭及儿童。为了回馈社会，关怀弱势族群，海涛法师慈悲置业自2008年承接淮海教育基金会以来，即积极地协助青海学生弃养学童、中辍生就学、生活及品德教育，并且不间断地从事监狱教化、济贫发放、急难救助、老弱病苦、单亲家庭、新住民和原住民家庭之关怀，以及协助未婚妈妈及未婚子女的安置等，以圆满老安少怀，并发挥佛陀无缘大慈、同体大悲的精神，让社会上的弱势者也都能感受到人间处处充满慈爱与温馨。淮海教育基金会呼吁大家共同来关心社会上的弱势族群，累积福慧资粮，并祝福所有的家庭以及孩童
都能在佛陀及正法的护佑下，身心健康，平安吉祥。护持淮海基金会发扬佛陀大慈爱，援助弱势众族群，同离忧患常安乐。护持账号5005-9824，5005-9824，户名淮海教育基金会。今天我将宣讲有关佛法的内容，说法最主要的是帮助别人，以佛法来助人，所以宣说佛法，而且为了改善自己的心，好好的实践佛法。因此海涛法师为帮助众生，请我来讲述佛法，我就以诚敬的心来宣讲我所宣说的佛法，以易实修、易懂的方式来说比较好，注意较大，因此我以简单的方式来说明如何实践佛法。因此我们可以给予他人最好的是良善的心，我们应该期许重视自己成为一个善良的人，不只重视，而且关于这部分还应不断地探讨如何去做才能使自己成为善良的人，且如何去帮助其他的众生，了解之后应谨记在心再教导别人。自己不能成为善良的人，就不能带给别人安乐，所以自己先承办幸福大道，再让他人也走上幸福的大道，如此能激发更多愿助人者，因而社会和谐，人民平安。心善念慈，护生命好。生命电视与您一同享受付出，珍爱生命。接下来，请收看长老发语。
做法有的无所谓，